话，我就要继续问你第二个问题。你愿不愿意让这位神来带领祝福你的一生？我愿意。既然你愿意的话，我就要以荆棘教会给我的权柄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来为你施行，叫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现在称呼心理医生公主好，得神的神好。